想问一下，现在确诊足迹这么多，是不是到哪里都不方便？那叫深呼吸，放轻松啊。台北市到处都有足迹，那你每天在家打坐，稍微慢慢退好不好？稍微慢慢退。现在学校停课已经破万，超破万了，被影响。那台北市这边这个停课标准是修？一定会修的，只是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哦，新常态就是不断的修正嘛。这样怎么会气到说中评委？好了，谢谢下午，谢谢，我们跟你们总统开会还蛮幸运，我们稍后再访。下午，不好意思，下午再来，下午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谢谢，来让一下哈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扫描，让市长扫描。